家方外篇，陈晨波来找他的作品喽，我们去找找吧。哇，爸爸技术超好的，在田野小路上骑车呢。习得静，山下水田。看起来似乎到达目的地喽。中间的艺术品超酷的。杨英峰，凤凰来仪。陈晨波的作品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也好希望爸爸可以载我去找作品哦。陈晨波，嘉义街外二。哟呼，找到喽！笔桃，快把作品还给艺术家喽！